各单位注意，前方约。接到考核组指令，炮兵分队立刻前往考核地点，侦察分队率先前出观察战场态势。同一时间，各战炮班迅速占领阵地，做好火力打击准备。全员注意，三、二、一，炮！这次演练是这个旅首次将炮兵侦察车车载光电仪配合火炮进行实弹射击，无论是战场数据的回传效率，还是捕获目标的精准度，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陌生的地域环境，恶劣的气象条件，全新的武器装备，这些情况都对我们在大漠戈壁开展实弹射击提出了更高的准备要求。因此，无论是我们指挥员还是发射阵地的炮长、瞄准手，都必须提前熟悉掌握新装备在极限环境下的操作使用，确保每个射击环节不出任何问题。二连注意，阵地暴露，命令你部迅速向二号阵地转移。两轮火力打击过后，指挥所命令火力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转移。机动途中，导条组再次下达打击任务。此次演练持续到深夜，炮兵分队先后五次转移射击阵地，利用新型装备所搭载的热成像仪、雷达等设备，快速捕获夜间目标信息，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目标展开火力打击。新装备刚刚配发不到半年，人员和装备正处在磨合期。我们以此次大漠驻训为契机，不断收集新装备作战数据，进一步改进装备操作方法，优化射击指挥流程，部队人专协同作战能力也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提高。